好，我今天抽 K。今天我真的，我身为一个爸爸，我还在碰这个东西，确实我真的不对，我该道歉，我对我家人们都很道歉，不好意思，影响到你们。然后第二个我想道歉的是 ，online， 好，你既然这样子，那你我们来约公开一个场合，叫新闻记者都来，我们来辩论一下嘛。大家也不想等啊，大家也不想等说啊，司法怎么判啊，怎么怎么，那我们就来对质一下了嘛。这几天的风波，这一两个礼拜的风波啊，不是我躲起来，也不是我害怕，并不怕害怕什么。我只是先让网友去，先讲完，你妈炮轰我的，先去炮轰。保姆要讲的，你就讲完，你就一次讲完，我一次来回复，就好。今天第一点，我来先从我这个，先从我开始讲。今天判决书判难。不起诉，不代表不能再上诉，不能再议员，也还没定案，整件还在跑司法流程。你说我有罪，检察官也说不排除，那可能就是要开始调查我什么的，有的没的。请问定案了吗？我要跟我女儿道什么歉？你说我害死我女儿，为她赌，这讲证据啊。一个小女孩啊，如果从小到大长期吸入 K 大命啊，会造成什么后果？你高大成说我长期给她喂毒，有她吸到 K 大命的烟雾啊什么的，所以她去保姆家才会晕晕的自己跌倒什么的，符合一些你讲保姆讲的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准备一些资料，以及一些更专业的人士来讲，例如医生啊什么的，我们都是有准备的。今天你说保姆，你说啊，你老公很可怜，被学校开除什么的，哦，我应该道歉吗？今天来找你照顾我女儿。千交代万交代，就是不可以给男生带，你不能带，你打给我妈。还是我小孩子觉得你不行带，你打给我妈，我家就住你附近而已啊，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去接啊。你说小孩子到你家就有异状了，你怎么不当下讲？你怎么两年后现在才跟我讲这件事情？合约上有没有跟你讲？黑子白字有没有跟你讲？千万不要让他给男生碰。那你老公有没有碰？你老公有没有照顾那一小时啊？你老公照顾那一小时，以及小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啊，你没有马上送医，还在帮他洗澡换衣服啊？这些事情你怎么不拿出来讲，拿出来解释啊？你说你很可怜，可是我们讲这件事情，也很多网友在等你解释啊，你怎么不解释啊？你怎么总是讲你的，不讲大家疑惑的点？现在风头上说，我说 OK， 女儿里面 OK。你觉得 OK 里面我不会解释的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啦，我只能这样子讲。从小到大，我小孩子就是我妈在顾，我老婆在顾，从来几乎没有跟我睡觉过。有啊，最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刚出生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可能跟我睡觉过一两次。接下来都通通都在我妈那边，连照顾也都是我员工在照顾的。你说我长期让他吸入 K。有毒，那就代表我妈我爸都有，我员工也有啊，验去验啊，我爸妈是没有的，我员工也没有，就偏偏我女儿有，那我这件事情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呢，那就看我有，在小孩子还没有验尸之前，你检察官就想验我头发，你们就想用这一招了，你怎么，你当我白痴啊？今天社会大众叫我跟你道歉，让你两个人这样。说实在的，女儿过世这两年，我们家很痛苦啊，也不输给你们啊。你们也很痛苦啊，因为你们造成的嘛。女儿出事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马上送医院啊？就不会有今天这件事情了嘛。你不要给你老公顾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嘛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不是逻辑吗？现在好，你现在带风向带成这样子 ，OK，
OK， 你最可怜，你最清白，现在不起诉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跟各位网友讲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啊，司法还在跑啊，不是说第一审啊不起诉就不起诉啊，大家有没有跑过法院啊？然后这件事情真的，我确实很抱歉的事情。好，我今天抽 K， 该抱歉的是我妈，我女儿。好，我该抱歉我女儿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爸爸抽 K， 影响这整件案件整个混乱了。我该抱歉的人是谁？我抽 K 该抱歉的是谁？我妈。不好意思，你儿子碰了这种东西，还影响到整件案子，影响到整件案件的进度。今天是刑事。告诉你，帮我逃过这一劫，不用被关。但是我妈有其他事要打，我妈有其他事要跑，还没跑完。我觉得各位网友，如果你要看戏啊，就像现在看电影一样，电影都还没演完，就在电影院不要吵，不要吵闹，不要讨论。你讨论可以，但不要出声嘛。今天我在。我身为一个爸爸，我还在碰这个东西，确实我真的不对，我该道歉，我对我家人们都很道歉，不好意思，影响到你们。然后第二个我想道歉的是，翁来，我一个朋友，当初为了发生的，他真的是蛮衰，真的是很衰啊。我身为他朋友，对他是实在是很抱歉。我不是躲起来不讲话，因为我讲什么都被你们网友现在炮轰嘛。那我也看最近新闻，以及保姆该讲的话应该差不多都该讲完了。翁来跟你道歉，那是对你的尊重，对保姆一家人的尊重，对社会大众一种尊重。那不代表他当初帮我发生他错了。大家换角度来讲，今天你朋友家里发生这种事，你会不会为他发声？今天刚好是翁来只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才导致今天被炮轰成这样子。然后黑历史一直被挖，一直被挖，一直被挖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事情。人家翁来对社会大众也有很多贡献的，总比你们这些在网络上后面讲一些闲言闲语的好多了。翁来当初对保姆发声，今天发生这种状况，他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子。他第一时间先出来道歉，然后第二次再慎重跟保姆们道歉，那对大家的一种尊重。我该抱歉的是翁来，翁来对不起。那你这件事情被扫到风波，被牵扯到很多事情，那你事件没办法做。其实翁来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？翁来当初发声也呼吁大家。不要对保姆一家人去做一些，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坏小孩子，我们是八加九，直接撒名字，直接丢鸡蛋干嘛，去辱骂人家。翁来当初是有呼吁大家不要去做这种事情，但我有，我朋友也有，我去打你，我不对，我不对，所以我被判啊，我被判刑啊，我打你的事情也被判刑。所以一直拿这件事情出来讲，我也不懂，对不对？该赔的我们愿意赔啊。我也跟你说过，我打你，我赔你啊。法院判多少就给多少，对吗？我身为一个父亲，女儿死，在你家跌倒死掉，你又不送医院，你又给你老公顾，这件事情你又解释不清不楚的，我不会生气吗？我肯定生气，我肯定打你啊。但你网友又说什么？我带一票人去打你，你什么？你哪个影片都给你看了，你看不清楚吗？就我一个人打的，其他人全部站你家外面了，是不是搞错重点了？撒名字是我朋友，去人家丢酱也是我朋友，我们全部大家都已经跑法院，都已经判完了嘛。我们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都已经判完了嘛。所以你一直拿这件事情出来讲，而且你又说翁来应该。啊，道歉像大便一样，该赔偿一种。就翁来到底要赔偿你什么？我不懂，我其实我真的不懂。我让大家网友来讲，翁来的行为应该要赔偿到保姆什么身心，赔什么
全部的舆论都是我对你，当初都是我对你，我叫人去用的，所以你现在要要求赔偿还是精神赔偿 ？OK， 你就冲着我来就可以了。其他人都没事啊，以及你今天跟社会局说，好，你跟社会局说，以后要搬请客户就请哦，要有良民证，黑社会不接什么的。我当初要接，我也跟说我们是个刺青师啊。你大概也知道我底气是什么，对，你都知道，你还是接了。现在风向都是往你那边倒，所以你现在开始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现在就等这司法继续跑完吧。我是觉得事情都差不多了。你说你没罪，就是暂时没罪；你说你不起诉，就暂时不起诉。不是说不可再议，不可再起诉，不可再上诉，你。搞清楚，我也希望大家网友搞清楚。然后我很抱歉对社会大众的一些不好的观感啊什么的，对我们吸毒的有吸过毒的抽过 K 的，都是一些社会毒瘤啊八加九什么的。OK， 我们承认啊。OK， 那很抱歉，对你们讲的更对，我们就是八加九，社会底层哦，社会底层。废物，你们说的都对，好，我们承认了。OK， 那你们满意吗？我还是呼吁大家看戏看结尾，结局是什么？我们在评论这件事情嘛。我对于社会局也好，对于社会大众也好，对于翁来也好，我妈、我女儿，还有我所有的员工，还有前妻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抽黑这件事情影响了整件案件的混乱，但我相信还是有机会去反驳这件事情。我自认为我就是从来没有在我女儿面前去碰过这些东西，还是在她面前涂过烟，还是在密闭空间去看她摸她边抽烟。这些事情不是做不出来的，大家要信不信，跟我个人的观感跟看法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些。我希望大家都理智一点，然后说我事情是我跟保姆家的事情，跟以及我旁边的这些以前帮我发过声的网红也好啊，翁来也好啊，社会局也好啊什么，其实通通都不关他们，都不关他们的事，就是我跟你保姆的事情。我也很希望保姆，如果既然你那么有自信说自己就是清白的，那我也希望你好，你既然这样子，那你我们来约公开一个场合，叫新闻记者都来，我们来辩论一下嘛。大家也不想等啊，大家也不想等说啊司法怎么判啊怎么的，那我们就来对质一下嘛。我女儿为什么发生事情你可以延误就医啊？我女儿为什么到你家？你不在，你要给你老公。我们不是都已经交代了吗？那这件事你们一直不去解释，一直去挖我的洞，挖我的黑底，从一开始就要挖我黑底。做这件事你要干嘛？今天不是很生气啊？你们其实这两年你们受了苦，还是很受委屈啊？你们或许有你们保姆一家人的委屈跟你痛苦点在而已，但你家里面死人啊。我家死人了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我身为爸爸，每天工作，不管出国工作，就带着我女儿的骨灰到处跑。我女儿的骨灰还在我房间，我舍不得，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落幕，就把她送塔，还是把她撒去大海什么？我是目前舍不得。我只能说我没做事情。我不需要去承认，我也不需要去跟道歉什么事情。我该道歉的人应该道歉我。保姆有没有问题？等司法，还是我有没有问题？等司法来判定嘛。那大家就来看结局。我希望大家都理智一点。你妈炮轰 ，OK， 继续炮轰，因为我不会去看。我刚才在干嘛？我不是做网络事业的，我不是网红。我是因为这件事情突然变得好像我是网红一样。但对，其实现在对我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，我客人还是一样多。
我其实不需要去顾我的形象还是什么。其实我今天这样子讲话，这是真的，我已经算一一解释得很清楚了。我也很辛苦我妈说最近真的一直找证据，找这些疑点，找一些专业人士出来，到时候会一一找时间点出来跟一一大家跟大家解释。对，我想说就是这样，谢谢。